Hello，Hello，大家早上好，我是 Amanda， 我本身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今天你带大家来参观下我们 Be International 在香港的 office。所以为什么我今天会来到香港的 office 呢？就是因为那两天我们会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的海外的颁奖典礼，就是 Star One Night 啦。在哪里？在我们的 Rosewood 的这个 hotel 这里，就是在11月11号的时候。Okay? So, 除此之外，今天我来到香港也都要带我的组员啦，兼我的下线来参观下我们 office 在香港的这间 office 啦。So, 带大家来参观一下。你说什么？看到吗？这个是我们最新刚刚 launch 的这个 Alala Seamless Bra 啦。所以未試的朋友一定啊，要記得嚟揾我，或者係揾做緊 BE 嘅加入。OK。So 係估喺香港嘅朋友啊，需要到或者係要多啲了解我哋 BE 嘅呢個事業，可以嚟揾我嘅呢位下線或者我嘅組員。OK。現在是 Mini， 記得了嗎？ OK， 拜拜。